感谢大家点阅本影片，让我们像影片一样无限飙杀，创造无限可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欢迎来到维州中文鱼香频道，我们现在来开箱高雄汉来饭店的三丽鸥主题套房。那我们今天住的房型是库洛米风，那跟着我去开箱吧，来走 go。那今天住的就是这间2615，那26就是在他汉来大饭店26层，那第15号房。那他每个三丽鸥主题房型啊，都会门口都会有他主题房型的 logo 图案。那我们这次是住库洛米，那库洛米的房型是走那个歌德的洛丽塔风格式。那我们进去开箱吧。那它的开箱一样都会有这种很特殊的房卡，那这套房卡呢每间都会有给2张，那2张使用完呢房卡是不用缴回去的，这是可以带回去做纪念的哦。好，来感应，那我们先来看哦。哇，完全都是紫色的耶，紫色的哥德式风格。那衣橱呢，每个主题风格的衣橱里面的壁贴也都不一样，这是很适合拍照。那衣橱它会放2个是可以带回去的东西，这个就是一样是洗衣袋，对，就把特地独家设计的洗衣袋的这种风格，对，这是可以带回去的。那再来就是这个，还有他们的袋子，手提袋啊，是那种纸的材质，那这个也是很可爱啊，这可以带回去做纪念。对，那再来就是拖鞋，那拖鞋其实就很基本，就是他们汉来饭店本身的基本款的拖鞋，就是没有跟着主题风，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惜，不过这个还可以再精进这样子。那这就是衣橱柜，那衣橱柜的对面啊，一样就是洗手间的格局。那洗手间、浴室，对，好，一进来门口就这个骷髅的这个骷髅头图案，也是两个爱心。那它的浴室很特别，它这个都会有做喷洒的设计，像这里，这整个就是骷髅米的图案。那再就是它的大浴巾。你只要凡是住主题房型啊，使用的毛巾系列都是他们这个有版权设计，8个角色。那大浴巾是这3个角色，双子星跟那个 Hello Kitty。那胸毛巾是这3个角色，对，有猴子、青蛙跟那个库奇尔。第3个毛巾呢，它的角色是这个库洛米，还有这个美乐蒂。对，这3种毛巾呢，目前饭店是没有开放赠送的，所以只有房客住宿进来就是使用，还是得放在原来的地方，或是不能带走。浴室备品的话，可以带走的话是这些7样备品，就是有这种肥皂啊，还有这种沐浴乳、洗发精、润发乳、身体乳，那再来就是牙刷、梳子、刮胡刀，还有浴帽跟那个棉花棒。对，那还有这个猴子的，这个也不错，这个就是很比较特别，就是还有整线包也都有附，就是这几样呢7件组是可以带回去的。那我们来继续看房间咯。进到房间这边就会有一个设计的这种橱柜，它橱柜也是走那种紫色深色紫色系的风格。那这个柜子呢，除了会放这个赠送的这个杯垫，这个是可以带回去的。那还有就是会有这个8只角色的水瓶，矿泉水瓶也是这个，对，也是赠送可以带走的。那再就是它的橱柜里会有这种可以穿的和服，就是可以在房间使用的。对，那你如果是2人，就是2套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紫色哥德式风格的库洛米。那还有这个大大库洛米的壁贴，这是非常适合完美拍照区。
那就是最有特色，其实大家刚看到就是这个很特别库洛米床头背板，那很特别是它背板那个灯啊，哦，也配了这个紫色系，整个打灯出来就非常好看。那因为我现在拍摄时间是晚上的时间，所以这个灯呢就非常的很明亮很抢眼啊，白天可能会再暗一点，那可以看，我可以关掉让大家看一下那个有亮跟没亮的感觉。灯灯这个是没有亮的感觉，那有亮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打灯下去就很好看。等下如果我再把小夜灯关掉的话就会更明显，这样子就感觉会更好看，这样整个是不是非常好看的紫色床头背板的灯。那我们为了拍照，我们还是把它拉起来。好，对啊，刚那个感觉气氛就真的很非常有那种歌德的那个洛丽塔的那种风格。那我们再看还有很多小细节，像这个床旁边这里库洛米这个几个这个画板啊，它的材质都非常特别，如果你们接下来有机会来住的话，可以其实用手去稍微碰一下就好了，因为它这个都是有版权买的挂画啊，是材质都是很特别啊，也防水，那这些画都很漂亮。对，每个画板我都觉得好喜欢哦，真的很想说可不可以买一块回去这样挂在家里，这样子可以当做那个家里的那个墙壁摆饰也不错。那我们再往前进还有什么特别的呢？饮料吧都是不用钱的。对，那因为两人房的话就是一个 set， 就是两瓶水，对，两瓶水，还有那种可乐啦、沙士啊，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会有这个苹果汁，这苹果汁，对，你如果两人他就是给两瓶，四人家庭房他就会给四瓶这样子。那这就是这样啊，还有比较就是他会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我昨天刚前影片前会有介绍，他都会有一个小管家。那因为我们你只要在汉来饭店住宿期间，你有在他的不管是饭店的那个酒吧啦，或是说他的一些小商店小商品，或是说他的那个点心区面包区，你只要凡是购买，你很简单你报房号就好了，那到时候那个 check out 的时候你结账他会全部统一一起结，那你有购买东西他也会小管很贴心的帮你提早送到房间。像我伟忠啊，我们就买他的那个汉来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蛋糕，对，那就帮我们贴心的就帮我们先提早送到房间，他帮我们冰到冰箱，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是还不错的。基本款的可能就是茶杯茶包啦，咖啡糖啊，比较需要特别介绍的就是它有独家设计的包装风格，这个这是跟了联名款的独家设计啊，它这个是咖啡式的耳挂式咖啡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如果没有马上立即泡带回去泡啊，这个也很值得做纪念。目前是没有在对外贩售，所以只有住房客才会有这个绿瓜子咖啡包。对，这是比较特别要介绍的一些备品这样子。那再就是这个一样都有这些很可爱的小骷髅头，又是紫色的。那我们再往前看，那还有什么东西呢？那因为我们是连住两晚，那因为隐秘下午茶我们已经有体验过，所以它可以换成一些你按照你的需求可能会换一些其他可能他们汉来饭店出的一些联名的实用性吃的东西。那他今天可能就给我们这个也是汉来饭店他联名款的图家，这是铁盒哦，这个铁盒的东西真的很不错。它里面是装什么呢？里面其实是牛轧糖，就是满满的，连这个纸全部都是八个角色的纸，那里面就是汉来饭店他们出的那个牛轧糖。对，这个它的袋子很可爱吧，全部都是角色的手提袋，这个我超喜欢，我看到这个很爱，我都舍不得用。这是笔记本就也是联名款的设计这样子，
那除了这些，还有这个小卡片啊，这个昨天可能 Hello Kitty 房型已经有介绍，就是会有明信片啊，还有信封纸跟那个信封的封面这样子。对，那这整本都是可以带回去的。古洛米的房型是港景房，所以他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房子港景的样子。那现在因为有外面的赖贴图的角色气球打灯，所以就会看到很多那种角色都会在那个港口上面在漂浮的，那个漂亮美景是很漂亮很好看。那除了这些，那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角色吗？这个是库洛米的手下，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叫巴库。对，那是日本的一个小模，跟那个是什么模型，反正就是综合版在一起，然后就是变成这个小恶魔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库洛米的部下这样子。他连这个他会把它做出来弄在这个墙壁的贴纸上面。那除了这里还有第二只大型的库洛米图案，就是我左边这里，这边整个房间第二只的库洛米就在这边，噔噔，很漂亮吧？它连这个镜子都是库洛米的镜子呢。它为了搭配这个风格，它连这个椅子就是那种做的很哥德式的风格。看，连这个椅子跟这个镜子真的是一起搭配，真的是很棒。那为什么会选这个房间呢？是我本人虽然没有非常非常的爱库洛米，可是他也是三丽鸥的八个角色其中一只，所以当然只要是三丽鸥，我跟伟忠都很喜欢。可是为什么会定第二天会选择库洛米的房间呢？是因为阿丁超级爱紫色，所以我就是选了这个紫色系的库洛米给他，那他觉得也不错。那我们要不要让他来讲一下他对这个房间的心得感想吗？嗨，我是阿丁。其实刚一开始进来房间的时候，打开的时候一片紫色，我真的是心花怒放。而且真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把我的房间给改造成紫色。那重点是，其实库洛米我并不讨厌，我也蛮喜欢他，因为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紫色，他的基本颜色是紫色，代表紫色啊。其实库洛米真的也不难看，我也蛮喜欢的啦。啊，只是因为我老婆关系，她比较不喜欢说这个颜色方面的角色啊，她比较喜欢 Kiki 跟美乐蒂，比较梦幻型的粉红色。可是她也慢慢接受我，因为我喜欢紫色，所以今天才住这一个。而且我看到这个床头板跟它的灯，其实很想要把这一个再去买下来，这一组装到家里，装到家里面。有时候这个梦幻，像刚刚有关灯那一幕，真的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而且紫色，而且灯打开都紫色，真的是很梦幻啊。然后呢，刚我老婆介绍那只巴库，他是叫巴库，就是库洛米的部下，他是呢日本的魔。这是石木魔，那个之前古代那个石木魔，然后跟食蚁兽合体的，所以才会变成这么 Q 版的、这么可爱的一只巴库。对，那时候小恶魔介绍，他是库洛米的部下啊。因为他故事其实很长，如果真的有兴趣想要看库洛米跟美乐蒂的恩爱仇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他故事我刚好稍微看一下，都有介绍到，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今天整间房间呢，其实跟昨天住起来，我两间都很喜欢。可是如果要按正常喜欢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间。虽然说比较小间，可是颜色的话我真的蛮喜欢的。对啊，这就是我们这几天住的 Hello Kitty 房海军风跟库洛米的洛丽塔歌德风的房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快来订，因为他如果真的现在订不到，每天都去关注他，有时候会释出房间，因为每天会有人订，有时候会有人退，因为一定会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去住。那我们刚好今天这一间是因为有人刚好退掉了，我们很巧妙的就已经订到了汉来大饭店的官方网站来去搜寻。对，因为它其实八间角色的房型真的每个间都不太一样，
那每间房间的那个壁纸壁贴啦，其实真的都是独一无二，没有重复，连颜色都没有重复。对，那角色八个角色都没重复，那当然颜色就更不会重复啦。所以如果真的有闲有钱，那真的是八种角色的房型都可以来体验看看。它其实周边的角色商品啊，其实它很多都还没有试出来，就是比如说加购订购啦，或是购买什么之类的。对，那、啊、如果真的喜欢三丽鸥的话，就请大家尽量的去等待，因为你只能等待。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样咯，请大家再帮我们支持一下伟中生活与行销频道，然后在下面点订阅及分享，再按开启小铃铛，然后再感谢大家的支持，再麻烦大家咯，拜拜。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至于什么病呢，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别忘了订阅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记得开启小铃铛，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都已经开始玩了，你看玩得很开心。这是汉来饭店的游泳池，哎，这是泳池的入口，取毛巾的地方。那它的壁球场在这里，这就是壁球场进去。那如果要使用壁球场的话，就是到入口处的做登记就可以咯。